欢迎收看《股期来点名》。那今天大盘呢，进行一个震荡。那今天外资呢，同样的又再度的一个买超哈。那目前现阶段呢，操作上要注意什么？我们看一下哈。那大盘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昨天跟大家谈到惠特连六红，对不对？一个主底向上的股票，它今天怎么样？今天涨停了，七天了，三成以上啊，赚五十几块啊。那之前也一直跟大家谈到惠特这一档股票，你要去注意连六红，今天涨停嘛，扎扎实实啊，事先讲对不对？那我一直跟大家谈到什么？我说满天金条，至少要抓一条嘛，机会一直都在啊。那今天整个大盘呢，你要注意哈，今天大盘学的经历嘛。今天外资买多少？买64亿啊。昨天买144亿，今天开高压回又拉尾盘，拉什么股票？绿能股啊，那还有电动车的股票也在涨啊。那之前跟大家提到什么？这是不是大气，满天金条啊，至少要抓一条嘛。那这些呢，事实上都有买进的机会啊。我讲多久了？讲一两个月了。那绿能呢，包括什么？包括太阳能，也包括电动车的电池嘛。这些目前都是怎么样？美国股市的一个主流股啊。台股是前朝啊 ，N1B 创新高嘛，大家在探钱。你有没有赚到钱？大盘涨跌没有关系嘛，持股绩效比较重要啊。你持股有没有绩效嘛？外资买跟卖也没有太大关系嘛，你有赚钱无较重要嘛。七天啊，那不止这一档嘛。我们不管在清明之前之后跟大家谈的股票，一档一档都逐底往上走啊，包括威风，包括威盛，包括淳安。那或许这几天它有稍微拉回，那不重要嘛，那都大涨小回啊。那拉回的时候呢，你想买就注意买点嘛。那我一直在做换股的动作，那我一直在找一些新的股票，从低档去做布局。我说满天金条，至少你要抓一条嘛，持股绩效最重要，对不对？你到底有赚钱无嘛？我今天早盘开盘，我特别仔细的核对所有会员手中所有持股，赚不赚钱啊？谁敢这样讲？除了尾盘，我在平盘下买进一档股票，低档布局，那一档我没有注意看有没有赚钱，但开盘的时候呢，所有股票全部拢赚钱嘛。我说重点在哪里？你的持股绩效嘛。那这个就是一个礼拜前的事情啦、啊。那这个绿能讲多久了？都波段了，你有没有抓一条？你凊彩买俩一条，啊，无人来赚钱，你拢无赚嘛？绿能股是不是大涨？是不是大涨？
是不是大涨？惠特是什么 ？Mini LED， 第七期对不对？今年是 Mini LED 的怎么样？成长元年嘛。那既然是低基期，又是成长元年，等于是起涨的阶段，那这一档股票这样子，你掌握到这一段，超过三成了嘛？我们把它拉远哦。这一段冲天炮啊，就是这一段嘛。那这里整理多久？找各位啊！我说你一直担心大盘，我说专注在个股嘛，你的持股绩效啊，你有没有买对股票？有没有选对老师？同时一个重点，你要做轿嘛，你要在低去买，低档去买嘛，你要跟着法人顾问操作啊。如果回到一个礼拜之前，清明假期之前，那这一档股票在这个地方，你买进，你有什么疑虑的？又没有追价，整理十个月，低基期，加上成长，所以会有机会怎么样赚了波段嘛？低基期加上成长，就有机会赚了波段呢、啊。那类似这样的股票，元金也是嘛，公老库点改共识底价哦，35块附近，一个头肩底架构对不对？到42块，上个月底，现在又往上冲啦，会不会创新高？应该会吧，不是叫你追价哦。这两个买点过去，它往上走，你要找的是什么股票？找的是类似这样子的，这个地方买进，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股票，可以让你低档去买？这个才是重点嘛！订单快来大盘去，扣扣六，乱追又套牢了，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股票可以去买？你想赚波段嘛？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啊。那这个地方，这地方问题在哪里？因为这里比较远哈，这里足了两个大底，十个月嘛。我们把这里呢放大，就变成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你量价结构怎么看？重点是这个量嘛，这个底部量价配合良好，对不对？我说我在操作股票啊，我不只懂得法人在想什么，法人想买什么，我也懂得基本面，我也懂得技术面，面面俱到。所以呢，我能想办法让会员做轿嘛。那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量价配合很好，对不对？这里是一个供给量嘛，就这一个红啊。那接下来呢，这里就是一个最后洗盘嘛。加得起最后洗盘嘛，那我们会员就在这里买嘛，大概160、170嘛，那今天收盘多少？216啊，爱赚多少？我们抓一半，赚50几块嘛，超过三成嘛，36%48%嘛，你要以今仔收盘216嘛，那是超过三成，那轻轻松松的啊。那这里160、170抓一半165，你也赚，你嘛赚了51块嘛，一张赚5万呐。那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做轿，在这里几乎毫无风险嘛，法人的成本也在这个地方嘛，满天金条，至少要抓一条嘛，你至少要抓一条嘛。那大盘在这个地方明确的多头啊，明确的多头嘛，持股绩效的问题嘛，你有赚钱不？你有没有赚钱？像惠特、像威锋这一类的股票，那重要是要选什么？选低基期，
不要追价嘛。那我标题写啦，那你跟着我做，你不用担心，因为我想尽办法让你做轿，我不会让你去追涨帮别人抬轿嘛。那这个就会会的价值啊。那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股票？前次谈到这一档股票，对不对？这档股票今天也大涨哦。低基期今年成长，它的空间有多大？就跟惠特一样嘛，就你找各位啊。这种本益比几乎等于十，几乎等于十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大概八九十块嘛，他赚多少？赚八块多嘛，八十几块，股价八十几，这样等于本益比等于十嘛。那今年第一季呢，又是倍数成长，那他有没有办法从这里往上攻坚？那一往上走，可能又是一个波段嘛，可能又是五成，又是一倍啊。那你要抓住这种股票，如果你空手的话，你要抓住这种股票嘛。就跟当初这一档一样啊，威锋电子嘛，连六红，法人买一缸子啊，还没结束啊，要不要继续已经赚了几块嘛？这一档不同的哦，这另外一档对不对？它有上去啦，它是也上去了，那惠特也往上走啦，你说去七缸嘛？我说满天金条。你想无想无，你也抓一条嘛？哪一个老师敢这样讲？我说你要选对老师，你要买对股票，同时你要逢低买，你才能赚到波段利润嘛。会员都在看啊。那类似这样来讲，大盘目前多头没有改变，那有没有类似像威锋这种股票，或是像这一档这样的股票，或是像惠特这样的股票，找一个低基期的、低本益比的，往上有具有波段的空间，那空手的你要自己把握机会啊。那满手套牢的股票呢，那我希望你拿出一半的资金跟着我做好，机会一直都在，我带你进场布局。我们休息一下。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 2752-5868。陈通总部三大保证。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。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。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陈通总部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陈通总部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 2752-5868。欢迎收看股期来点名。那大家回顾一下呢，在三月底上尾离歌就刚我预告台积电这里止跌了，在这一天我也预告大盘在这里止跌了，在这一天我也预告电子股要转强了。我标题写什么？电子股你一定要买，在这个时候你跟着我做，你不只赚到惠特啊，这些都有证据的啊。
网络上都可以看重播嘛。买了没有？转折抓到没有？台子有没有赚？空手一定要买，一定要买，对不对？台积电止跌了嘛，它是上去了。台积电，我要告诉你怎么样，你怎么样法人，怎么样去评价台积电的价格？600以下安全的嘛，现在上去啦。那今天你要注意什么？今天莲花科又变成千金了，准千金。开盘1005块，收998，准千金了，这个这个 key 嘛。台积电也从这里往上走啦，不是叫你追，而是告诉你，像类似像台积电、莲花科这么好的股票，连续三个月竟然有人套牢。现在这节时间要拢探钱嘛？那问题这重点在哪里？你追价嘛？你价唔买，价唔买，直接扣扣六。12月底510块，我在电视上讲多久？公超一礼拜啊，501去到600几嘛。那这里呢，570基本上呢，应该不会跌破了。到700要小心。那操作上有个重点嘛，我一直谈到的逢低买嘛，不是往上追嘛。莲花科12月底700块也是讲一个礼拜啊，起价1000嘛，那这里呢800多，现在又来1000了嘛，不是追，而是你操作的观念问题嘛。那不管怎么好的股票，你若未赚钱，一定是落地的观点嘛。那如果成长股的话呢，还好你还有机会解套，但是这样把别人在赚钱，你没有赚嘛。那除了台积电、莲花科以外呢，如果你错过了这些位置，今天我跟大家谈像环球金起涨嘛，我觉得它会创新高啊，有没有追价？这里没有嘛，它整理多久？三个月嘛。那我要谈的就是这种操作观念呢，不要追价，一档一档去做嘛，这样你才有机会赚到钱。同时呢，你像淳安，淳安今天要往上创新高哦，你看一看法人，我们在这里买进哦，我们的成本跟法人一样，那往上这里呢，五只涨停对不对？加40几，加60几嘛。那我们在50%减码一半，拉回法人筹码有没有松动？没有，还在嘛，所以他又创新高啦。所以我说你要跟着我做嘛，这样50%再往上走，这43，今仔74.8，伊若起到偌济，起到86，我就有可能赚一杯嘛。轻轻松松50%先落袋嘛，那剩下一半持股有机会赚到1倍嘛。那类似这样的股票，淳安、威风，那接下来惠特啊，今天是又涨了。那我希望你一档一档去操作，想尽办法让法人来抬轿，让会员坐轿嘛。那第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你要找一些成长的股票，低基期的，像这种低本益比的，往上才有波段空间嘛。那去年成本那么低，本益比那么低，那今年第一季呢又是倍数成长，那这一类的股票呢就有可能像威风一样一飞冲天嘛。那涨上去了不要追，你要去找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股票，在低档去布局，可以让你赚钱的，在低档布局赚波段的股票，一档一档去操作嘛。那如果你空手的，我希望你把握机会跟着我做，我带你坐轿，我们休息一下。
人顾问吴老师，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陈通总部三大保证：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；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；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陈通总部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陈通总部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欢迎回到现场哈，那这两天大盘呢都往上走，但是重点是什么？你有赚钱没嘛？你的持股绩效有没有在30%以上啊？绿能股呢全部往上大涨嘛。下档要跟上哦，我说满天金条至少抓一条嘛。为什么都能赚钱？一个最大的原因呢，你要了解法人在想什么，你要懂得如何去评断一档股票它的股价标准嘛。那如果你了解的话，台积电你就能抓到低点。那同样这样的道理，从本益比、从殖利率去找其他的股票，那如果本益比低，第一季又大幅成长，现在4月了，那这档股票呢它肯定就会往上走嘛，而且具有波段空间啊。你要懂得法人在想什么嘛。那高价股也一样啊，台积电是转折抓到了，联发科呢也来到千金啦，环球金是有往上走，那我慢慢看嘛，会不会继续涨。我跟大家谈的操作观念呢很简单，掌握法人的评价标准，哪里是一个买点，然后法人的标准它哪里是一个卖点。那你就像淳安到目前为止对43拿那再干一半嘛，赚50%，对对，另外一半继续往上走啊。法人为什么没有卖？它成本从这里提高到这里嘛，这个涨停的位置在这里，所以这里没有跌破嘛，又往上走啦。那如果来到86，我就赚一倍了嘛。下一档要不要跟着我做？那不止淳安嘛，淳安当初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3月初啊，还有像微风也一样嘛。连续去，对不对？这外资啊，投信、自营商三大法人全部买超。这哪没去过啦，这口号奇怪。那除了淳安、微风以外呢，类似这样的股票一档一档去操作嘛。那目前来讲呢，你像惠特是低基期嘛，它今天是往上走，今天节能股也都往上走啊。所以为什么我说我手中股票，会员手中的股票转播探底，因为逢低买嘛，冲天炮上去了160-170，三箱一箱嘛，51块嘛，10个月的大底啊。重点是立即坐轿嘛，立即嘛，是立即坐轿。那类似这一类股票呢，一档一档去做嘛。那目前来讲呢，你要找低本益比
第一季成长的股票，像这一档股票也是一样嘛，低基期啊，低本益比啊，那这种成长股往上呢，你就有机会赚到怎么样倍数嘛，或五成啊，那第一季大幅成长，那这种筑底的股票你一定要注意啊，你把时间拉远去找一些呢低基期的，有机会让你赚到波段的股票，就跟当时我们在买什么买威风买淳安一样嘛，是往上走68块嘛，那这一档呢，这一档也往上走啦，那一档一档去操作啊，赚钱的机会一直都在。你有没有选对老师？你有没有买对股票？这个才是重点嘛。像类似这种股票，十个月的大底往上一冲，你就是50块，三成的空间嘛，而且还没有结束。威风也是嘛，那一档一档去操作呢，我希望你操作不顺利的，满天金条，你至少至少呢，你要抓住一条嘛。那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操作呢，机会一直都在啊，你跟着我做，我带你轻松坐轿，我不会带你追价，我只会带你坐轿，让华人来抬轿。谢谢大家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无论时代有多进步，军用的也是百年来的老手了，能用一耙一耙慢，慢好一打一打打，刷落一粒啊一粒加，趁钱一升啊一升下，一年吃青龙苦一时，只好逐工打磨一遍，目睭唔捌客，汗水唔捌流，专心拢为这味传统的零零歌。啊那开来，阮外父休困时就不要破日蛋，明仔载开来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-2752-5868。大家好，我是